这里呢，这个的话呢，一般哈、就做一季，所以我们这个田呢还没有苏醒过来。那到端午节的时候，才有人来犁田，犁田。那么有些勤劳的人也会种两季，今年种两季。还是可以看到这边有点，你开的比较慢，开一个30码、50码这样子，所以才能开那么久。就像我们那个开到。